这边哦，我我可能现在非单身喽，我没有办法。我到底在这边定你，你还没改定我都做什么？是不是这样？上不要喽！哇，好痛！还没，好幸福哦，我的腿！哇，我这个是专业的角度哦，羡慕我的右手，你看我后面的角度也蛮好的。往上夹，我夹了。的换衣服训练热烈回响，大家敲完已久的泳衣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以前走在那个时代的尖端，对，妈妈一定要大红色口红，然后都要穿整套的套装，对，而且他们这种套装一定有那个千鸟，千鸟的，而且这种绿西装是有什么 PGA 冠军绿西装穿，绿夹克，绿夹克。其实这套衣服，其实我刚刚讲这种衣服，你只要稍微把它现在改的跟它的身形很像以后就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你这已经很像秀服。就是那种走秀的，没有，其实 有一阵子女生其实穿这样出来是很自然的，很正常，而且刚刚化妆师姐姐说，其实这个垫肩拿掉，然后下半身换一个应该会很漂亮。哦，就是说就垫肩拿掉，下半身不要穿，然后只穿这个，然后下半身不要穿，那怎么不 OK？ 而且丁字裤哇，非常 OK， 非常 OK， 丁字裤也要这种绿的哇，可以拍进去。
全套啊。我妈妈以前非常内在美，就是她只要穿绿色，她的内衣跟内裤还有鞋子全部都绿。你跟我聊你妈妈这种事情，我会害羞。这个有传承下来吗？我就是要讲，我妈妈在这个照片上，她里面的时候是有穿的，我今天就是没穿。哦。然后我的裙子就是拉更短这样子。哦，你超越，超越，哇！所以说你现在里面裙的腰在这里。哎，真的。你看吧，真的在这高腰了。那以前也都高腰啦。那跟我们刚才。你妈妈从小就把你打扮得好可爱，而且你看那四张照片是我两岁的时候，我妈妈就帮我烫头发。对啊，真的，前面真的好，而且你后面还是有 set 的，那是个整套的。对啊，很可爱。因为我一直想叫我儿子留长头发，把它烫起来，这样很像那种在韩国欧巴吗？不是，就很像在沙滩上那种男生哦，老外冲浪的那种。我很想把它烫着，但是我连给他剪个头发，他都已经快。自杀崩溃，对我想说怎么？那你拿睡着的时候，因为我小时候一直不给人家用头发，睡着剪头发，睡着烫头发。我小时候每个礼拜房子会烧起来，真的啊！我每个礼拜就是跟我妈去，你怎么睡得着啊？真的，我的头发每次一起床，要不就是撒一堆亮粉，要不就是绑那个铝箔纸玉米笋，然后一整个冲前跑，然后起来都变那样子。哇，妈不喜欢睡觉，对啊，妈妈怎么摆这个 pose？对，夜不是吗？他这样子，他的偶像是玲珑啊。哇，你看他每天打扮的好可爱哦。对，他把我每天当洋娃娃。哇，其实你跟妈长好像，好可爱。对，其实很像。哎，对，真的蛮像的，真的像，眼睛像，眼睛像他。而且我小时候，我们家就是你们刚刚看，就是很会摆一些什么干燥花，然后花盆啊，什么摆设。他有事没事，我洗完澡穿个睡衣，我的睡衣也是那种很像洋装。他说站在那边拍一张，然后我不拍，然后就被他走，然后我就哭，被他走，然后我哭完还含着眼泪，还说眼泪擦干笑，然后就哈哈哈哈哈，我们家好多照片，那我要培养。那妈妈对你的穿着应该尺度比较大，因为爸爸又比妈妈再大11岁，然后所以爸爸会比较保守，可是妈妈就是我要是跟他的朋友出门，我一定要化妆，然后我一定要穿那种洋装，妈妈喜欢我穿那种很有腰身的洋装，可是爸爸就会说不要穿这样太短了，露太低了，然后我妈就会说啊，我年轻的时候你还不是看我穿这样，对啊，然后只喜欢我。对，然后我爸就闭嘴了。这句话土的就没有办法，一定要咬回嘴。曾经享受过就没事，因为那时候我们讲什么都不对。如果说我们讲错了干嘛？你现在还笑询我？那你说不好看，那我年轻不好看吗？那是OK，安静安静，乱一下。那你现在会穿这样出去玩？这样子不会了。上班的时候。但是我平常其实还也是蛮敢穿的，就是颜色啊那些都蛮大胆。其实以前有一阵子，很多人上班的套装有的很像这种 OL， 对，只是没有这样的颜色了，颜色没有垫肩那么。对，其实穿这样为什么不开放？就是说上班的时候你就像一样穿。哇，太棒了，这样子，这很难上班的。怎么上班？那个男生的员工有没有？你们怎么六点半就来干什么？回去。下班了还不走？还要加班加班。你喜欢男生哪一类？年纪大的。啊？哦，我去上那种。大你多少岁？你觉得是 OK 的？这样也可以啊。哦。上扬。抽筋啊！你可以接受我这么，就主要是让我觉得你很稳重，然后很有安全感。对了，就是年纪到不一定稳重，但也有时候也不见得就是这个嘞，这样事实啊。这个看起来没有还好，还好，这么直接，长得脸太帅了，我喜欢那种看起来就是。那我，你才是还好，我是你的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哦，没关系的，就是脸大的人都比较老实。对，我特别喜欢脸大的。为什么？出去其实没有让你讲这句。其实跟年纪大的男生在一起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比较包容。你爸爸跟你妈妈差11岁，对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因为我爸就非常疼我跟我妈，嗯，什么给我们最好的。而且他也玩够，他也玩腻了，真的，所以说就玩不动了啦。因为心很定，心很定，所以不会想玩。今天晚上我们不要玩，一定要玩。爸爸又来啊！哎呦，在哪里？磨刀？骗你的啦！没有，在后面磨刀。哦，对了，就是有时候年纪大的，因为他真的会比较包容，而且吵架吵不起来，真的。哦，因为你跟他吵架，小你11岁，你一吵，
啊，算了算了，我们女生的火力是很大的，不是我们在欺负你吗？没风度了，感觉对不对？对啊，希望你赶快找到一个，哎，像我这个年纪，大概只有我，我这个年纪只有两种男人，我跟其他的男人。哦，认同，认同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坐。谢谢，就是这么好看，哎呦。我跟你说，你怎么问我要干嘛？不是一直在拍我的乳沟吧？我还给观众。你刚好不是有看到那个小鸟鸟？不对，再来。你倒退路，我怕你跌倒，你跌倒滚下来，我会被当漏电。最近啊，弹古筝啊，带小孩要吃香蕉的，然后又打那个什么高尔夫球啊，哦，反正我最近觉得呼吸很困难，然后眼睛也有点不舒服，因为一直看到你。所以呢，听说我们今天来到新北市。有一个都市传说，有一个超级无敌霹雳帅的整复师，我今天就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各位观众，让我们隆重介绍一下都市传说馆长。你好，没事。我人很不舒服。怎么？你怎么了？我这个手打那个高尔夫球，然后你看看啊，你看我这个手打那个高尔夫球啊。一直抖，这看起来就是小擦伤而已啊，应该还还是比较紧张，没事，有什么问题再说。带我去什么？带我去那个小房间，他肯定懂，他就带我去那小房间。可以，我就先帮你做一下评估喽。那我先了解一下你今天有什么问题。这边是，我觉得我的脖子转到一个点的时候就卡住，然后会一直偏头痛，然后骨盆这边腰很容易腰酸，然后有点胸闷。先确认哦，偏头痛的部分你是偏哪边？左边，偏左边，左边左侧头会比较明显的痛。对，平常运动量比较少。对 ，OK， 没有人可以跟我运动。明白。对，在腰的部分，你腰不舒服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？有没有很明显的下弯、挺腰之类的会不舒服？走楼梯脚很酸。走楼梯脚酸，久走跟久坐之后会不舒服吗？我不能久走，所以我不能逛街。我如果久走回家会瘫在那边，全身麻麻酸酸。瘫的原因是因为腰还是因为脚？你会不太一样。这边跟腰啊，都会不舒服。OK， 你平常胸闷的部分是几乎无时无刻都在闷，还是偶尔闷？早上起床的时候闷，或者没有运动的时候闷？我觉得蛮长，蛮频繁的。对，蛮频繁的。OK， 好，那在这些东西之前有去做过什么样的处理吗？医院的治疗、复健科、中医传统整复这类的，以前都有过，都有处理过，但就是时好时坏。那我们今天就用我们的方式稍微帮你做一下评估，那评估完之后做一下处理。好，那你再感觉感觉。那我可能要麻烦你摘一下帽子哦。你的头发还是一样？干嘛？染头。我叫你戴着帽子，我去照镜子做评估。你正常坐着坐直就好了哈。颈部的曲度就稍微大一点，比一般人大一点，光这个其实就很有机会影响到头痛的了。那这个等等我们会稍微做一下处置。我们先测试一下角度，先帮我低头好吗？这个是一般来说低比较极限的位置了吗？还是可以再多一点？不行啊，这样差不多。 OK， 那先回来正中的位置，那往左边看，左边这边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右边看一下，这样差不多。OK， 好，看起来角度受限还是蛮明显的哈。那我们等等颈部的放松跟处理完之后，你可以再感觉感觉。OK， 那我们再看一下腰，腰的其实相对比较简单，你只要直接下来帮我站着就可以了。那帮我做一下弯腰好吗？向前弯，这样相对就比较紧了吗？还是可以多一点的？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OK， 好，那帮我坐回来，站直之后，然后腰帮我往前顶，上半身往后倒。对，这样子是会不舒服的吗？会发抖。OK， 好，回来站直。所以这个往前会相对比较吃力。嗯，那我们等等就先开始处理，然后让你趴着，我会做一下椎体的评估。好，那需要脱外套吗？我准备好了。那就让你趴着喽。是猫趴吗？没有，正常趴。我工作的是这种。猫趴，没关系，我们正常趴就可以了。正常趴就行。我正常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可以做，我们可以做脸在下面，手在旁边，对比相对比较不正常的。下面手在旁边，下面。小心哦，好，趴着就好了。手帮我放两侧哈。OK。我们稍微看一下角度哦，这一段整个都往前悬了，这两边很明显长得不太一样。好凉哦。然后再来，它的整个
脊椎段这边其实相较之下都是有一点凸的，颈后大包啊，富贵包啊，其实就在讲这个东西，蛮多人都有的、啊。你的相对算没有这么严重，我们大家可以稍微调一下，看一下你的整体整个椎体的情况哈。整体都略凸了，但是你说有哪某几节特别凸，我觉得还 OK。但是你的整个左背，相较之下就是都比较厚了，就是可能跟平常习惯姿势会有一点关系。那我们等一下在做处理的时候，我可能针对左背的放松跟左背处理可能相对会多一点。我们看一下骨盆，这个是骨盆比较宽，比较会生小孩啊。以前是有这个说法啦，但现在女生都想要骨盆不要那么大。对啊，想要小一点。他们应该是美观的考量啦。那那个部分我们也是有办法处理到的。像你这边，它的臀部荐椎这一段就比较翘，那个我们这边可能会稍微往下修一点点。荐椎翘其实看起来像他们说欧美臀嘛，荐椎翘是比较好看的，它其实实际上会造成腰部很容易酸痛，所以我们这边可能让它角度往下修一点点，不要这么违反生理曲度，那它的整体的形状看起来是好看的，同时又比较不会那么腰酸。右侧这边稍微高一点，右侧我们还会往下修一些哈，坐骨看起来还 OK 哦，两侧的到底对称是没问题的。那我们等等就该调的部分都调一调，该松的地方都松一松咯。这个其实是关节活化枪，它可以透过一个什么枪？关节活化枪。我不需要吧？哎，这个，它感觉大概是这样。哦。哎，我不要，会痛。就一点点哦。嗯。会不会痛？还 OK 吧？好。会骨头碎掉？不会，它其实很轻。这个位置停一下，来我们右边看一下，很紧。好，左边、右边、左边，右边、左边都有胖子。低头，右边稍微侧一下哈，还是有胖子。身体不要动。OK，OK、okay. okay. okay.。这好像脖子要断掉。还好吗？现在感觉一下好多了，顺畅一点吗？嗯，所以其实我还是要再来的，对。对，我可能还会建议你要来做一些简单的课程啦。嗯，因为其实你的情况相对是比较严重一点点的，我们可能要多调几次。我好像还有一个地方怪怪的。嘿，就是说，我觉得我的这个胸部啊，是一边大一边小，有没有办法就是可以就是调平均这个部分吗？这部分我可能没有学到这个部分，这我觉得你会耶，我可能不太会啦。还是如果做你女朋友就可以。这边哦，我可能现在非单身了，我没有办法。我到底在这边定你，你还没给？你还在啊？我还在，我一直都在。不是，那你的胸部有一大一小吗？看样子是有吗？应该是没有吧。好像被处理的不错。哎、欸，好啦，就是刚才前面全部都纯属娱乐，馆长呢真的有他的专业性质，真的就是也是听朋友介绍，然后很多人有一些状况都是找馆长解决的啦。那如果我们平常在家里真的有一些比较不舒服，比如说脖子啊，还是头痛，还是突然拐到，还是怎么样，有没有什么一些小建议？就是可能不能马上来找你，然后能在家里做什么舒缓的动作？动作的部分我们可以教你一道简单的拉筋，针对肩颈。如果说是肩颈你的这个问题这一段
我们透过很简单的拉筋，一开始在家里面，你头可以先往前低，先往前低，那不用低的太多，以这边没有感受到压迫为原则。好，麻烦你的右手连接我，往后抱，抱到你的头，放在对侧的部分。好，那你可以微微的往下往外拉一点哈，就大概这种感觉，往下往外带一点点。就有点像是暖身运动的那种动作。然后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感受到这里就有拉到了，对吧？是吧？然后我们在拉筋的时候，时间不要太短，那种拉三秒、五秒，其实有拉跟没拉一样。所以我建议你可以的话，我们一个动作，如果你不会头痛、不会晕眩、不会不舒服，你大概可以停留15到30秒，再稍微拉一下。好，我们假定现在30秒已经过了，好，换边，回来回到中间，对，这手放掉，左手抱上来 ，OK， 先抱上来之后。我们再低一点，然后再往外带。你这边会感受到你的肩膀有点往下沉的感觉。对，好，那这样子它就会有个对拉的效果在了。然后时间也是一样，大概15到30秒。好，回到中间 ，OK， 其实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以简单来讲，这个就没问题。如果说你们平常在家里面是很容易肌肉会有不太舒服的，那你要去做外面的治疗也好，做放松也好，做舒缓也按摩，可能不是那么方便。对，热敷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哦，可能这边放一个毛巾热敷在肩颈这边。如果你有电热毯、热敷毯或者是热水袋，那个就可以用。你把它垫在这个地方，大概就是这些方式。好，那今天谢谢馆长。K K 的。我这有没有在演僵尸？你要走路啊，走路。为什么一日系列很难得拍了两次？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上一次我们的那个实力啊，让他们觉得一次拍不了。然后因为我诚实，对，因为胖子我也不知道他那么胖会找认识更胖的小肥教练。哎，然后他比我瘦，哦，他比你瘦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比他瘦一点点。没有，因为这一次就是我们就讲好了，既然一日系列，然后这次来宾有那么多，而且我们大阵仗的找了这么多武大的都是精英啦，因为他们是比赛团队，他们是专业的。我们都浪费他们的练习时间，所以我们当然要有一点成果。所以这一次的一日系列一定第二集的 ending 绝对让你们下巴掉下来，眼睛为之一亮。我跟你讲，我待会会飞得比101还要高。那下不下得来，我不知道会不会直接到天堂了。我不想要拍第三集哦，最好今天第三集就是献花。不要，不是啊，我是说表演得很好，献花。好了，那废话不多说，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赶快先去练习。好，然后今天他们现在在讨论那些我们能做的舞步啊，然后还有我们要被抬到哪里。对，听说今天有很多高难度的动作跟组合，都在等我们。Go， 来啊！那个，那个你手太短，其实我问不够。来，代表女生面前一下。Okay， 算了算了。1、2、3。那我左边就很硬，像陆可就很软，我哪边都很硬。不可很软，不可很软，做你的，它不像上面软，下面软，软没有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软没有关系啊，好好摄影就好了。艾迪，我有人要，好，我有人要，你怎么可以这样上来边？交友软体啊，他也是从交友软体到，真的假的？没有，没人要，艾迪是比较挑。你们要不要换个动作了？你女朋友都做什么动作？是不是这样？你这是在休息吧？没有，这真的会拉到屁啊！股四头，你不然你叫他们拉。哇，好痛啊！这样吗？按你哎，一边一边来啊！不要喽！哇，好痛！还没。好幸福哦，我的腿！哇啊！这痛死了！你那只脚没伸直啊！痛啊！我超筋的，对啊，我的脚现在很幸福很幸福，好软啊！好想摸，好想擦。我们这个是专业的角度啊，羡慕我的右脚。你可以看我后面的角度也蛮好的。我们来玩一个游戏，好，等一下都不要叫，可以，要不要？可以，等一下都不要尖叫。那先叫了怎么办？只能大叫，不能尖叫，不能啊，只能哦，那输的怎么办？输的背路可跑一圈。啊，那我绝对不会尖叫。这是什么反应？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厉害哦！后面十个吧，你们太棒了，太棒了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3、4，然后转圈，5、6、7、8。你等一下一定很好笑。罗拉，你在这个位置这边，
然后就问我站第一个谁给我看，我一直以为会有人在前面。我啊，我在，我在。谁会跳那个舞蹈？拍手，走到上个洞。你在打开的时候，升上去的时候，肚子要后用力，肚子要出力，不然会变这样子。你就想上去，然后全身出力绷直，然后二的时候，对，二的时候打开。One, two, down, up。等一下啦。好，先下来。先下。我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刚刚那样？往上夹。我夹了。这边那边。这种比上次的难，比这些又停，是不是没有又停？我什么都不会。又停，又停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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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怎么可能？不行，再看一下，背起来，自己好热哦。然后消失都，因为你才就是明天的。三二五六站，七二三四五六，七的时候靠近，七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二三四五，八的五再出手 ，OK 就 ending 了，好下 ，OK 下来这个罗拉怎么玩？五六七八，六二三四，五六七。啊！等一下，你先跳了，输了，要停。有点要给他安全感啊！好，他旁边保护了。是不是一个礼拜没练，然后又害怕？这是跟上次一样高吗？一样，自然。没有，很恐怖。所以这次不用往后倒。有，等一下有，等一下有，等一下有。然后我会在后面接。又停！不行，他有女朋友，好，分手了。分手了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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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塞，没有，现在这么快？没有，我是不在现场。上次有人就是头前动，然后他就还没分。没有没有，我姐姐养你，我跟他说过，姐姐养你。Sorry， 就比较没有那么害怕。我们第二层还有，对，有点不一样。而且明明是他们在搬我，我现在很喘。他们应该比我更。为什么？明明是他们在抬山猪，然后山猪本人很喘的。四五六，然后六二三四蹲六七，六二三四五六七，对对对，七二三四五六七，四二三四五六七，来四二三。好。单独跳，调皮 ，OK 吧，吧哈。其实你们觉得今天比较恐怖，还是上个礼拜？上次比较恐怖。上，其实我觉得今天的恐惧跟上次不太一样。上一次的恐惧是因为我们没有尝试过，第一个就是上次，然后还有掉下来的时候。但刚刚那个真的是，我觉得默契，然后跟拍子，就是头脑要记清楚，现在要很清楚。五六七，二二三四五六七，三二三四，肩膀肩膀，等一下，我要踩吗？踩踩踩，三二三四五六踩上，四二站起来，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，你看往后倒。哦，对，难怪我腰痛。我那天回去腰超痛，我现在也是用腰太多了，我刚刚也扎到腰了。你还不太敢真正往后倒，等下你就相信他们，直接往后躺就好了。我现在是被腿打到，他被腿打到，他没有腿都打到。什么是 pray？ 温柔一点 ，OK OK。没有，我喜欢暴力一点。不是我，我是 N。我知道，抖 N。抖 N， 他是 S。很累哦。我觉得累还好，是恐惧感，很恐怖。那你怎么那么喘？比我妈拿着棍子追着我跑还恐怖。这个都已经这么劲爆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下次要挑战什么哎。不好意思，奶太大。萱萱的粉丝，不要，不可以。你不要那么大力了，顺着他跑。这好多了吧？罗拉小好好玩，一二蹲跳，这样，然后这边脚打开，然后手打开，手打开，手打开，这个转不动，对，然后这卡卡了，帮忙
然后我等一下会这样，然后会这样转过去，然后抱，然后身体就下来。对对对对对。你应该脚会在这边，然后你跨到我头上。故意的啦，好玩呢！我决定我下次都要来玩他们。就停啊！我们录到好哦，没有好就是两次、三次、四次、五次、六次、七次、八次、九次。有种到十二点啊！他居然突然跟我说暂停。那你暂停，你也不是这样下来啊。我刚才全部拍到了。卡。小助理呢，他以前是精英啦啦队，然后就问我说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那个？然后我想说，哎、欸，好像很酷，然后我就来挑战他们三个。我想不到什么计划给他们挑战，因为他们太清纯了。我带他们去打撞球也不对，会疯狂开黄腔。那带他们去男模会也不行，他们会吓死。但经过这一次，我发现萱萱蛮饥渴的。是啊，是吗？虽然刚才的成果没有到很完美，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尽力了。然后我真的很怕弄痛他们。那当然他们也很怕让我受伤，所以其实虽然整支影片有好笑的地方，但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精神跟心理的建设都是，包括我们四个，就是我们的心理建设都是准备了很久。拉拉界的学长学姐们，虽然我比他们老，他们都很年轻，我觉得他们的皮也绷得很紧，他们很怕把我弄受伤。但我说实话，我的重量其实不轻，我可能再多个几公斤，我应该是没有办法在最上面。非常感谢就是整个团队，包括我们的来宾，然后空下来的时间，然后大家真的所有人大概60位，大家的时间要能够配合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留了两次时间给我们练习，这一次真的也看到了竞技啦啦队的厉害的地方，真的很崇拜。因为我一直以为我不怕高，但没想到我上去之后是其实我觉得我输了吗？我没有，但是我真的叫到不行。但那个我刚刚后面变很稳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我就觉得我很棒，你知道吗？赶快底下留言，你好棒，一起吃棒啊，不是。